知道欧洲杯要干什么吗？我想去跟欧洲杯。哪里有鲁班杯？我要进赛卡。咱不知道那在水里海的。谁拉在水里海的？鲁班杯要上哪里？谁拉？你们知道欧洲在哪里吗？那欧洲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还想去欧洲杯？ 去欧洲杯吗？欧洲杯？哦，来都来了，不第一场吗？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。
哎，欧洲杯不去了吗？ 曾几何时，中国汽车还不如中国足球。如今中国汽车已经冲向世界。比亚迪坚信，只要一直奔跑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跑向世界。在眼前，肩并着肩，许下心愿。